孩子想逃家都是爸妈惹的祸。爸爸妈妈也是，就是把我当陌生人，也是陌生人。为什么呢？感觉就是隐形啊，像我不存在一样。曾经有在就是餐桌上吃饭过，然后就是大家都没有讲话，然后都是只有筷子的声音。之后我就想这个家里我不想做，做不下去了，我就整理行李，带着行李我自己，然后就出去。今天晚上九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